我靠！我尼玛，这劫蜡爆发这么高！我们先利用这个野怪吸一点血。OK，螳螂出现了，你们信不信我这点血可以把螳螂秒杀？OK，别着急啊，这边有个视野，我们稍微拉扯一下，看好没？OK，他过来了，直接预判，打了隐身，WQA 瞬间秒掉三环加速，然后意境的翻墙逃跑。反杀 EZ 就不给大家看了，我们来教大家这套连招怎么玩啊？其实很简单，当然隐身骑手 WQA 瞬间三环秒杀就可以了。细节方面呢，就是不要去打暴击 Q，直接 WG 跳 Q 就可以了。你要打暴击 Q 的话，那敌人就能反应过来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直接 W 起手，然后利用跳 Q 呢，把这个刀刃带到敌方的身边。这样的话，完成一个瞬间三环价格平 A，瞬间爆发0.1秒，把敌方的血条清空。让我们来看看实战吧。